可以问一下说这边不喜欢我的谁了，那包括金色力量也来现场抗议。我讨厌你啊，在这边啊，陈时中说我骗子，我是金色力量党四美党四的参选的盟友，陈时中先死一死啊，这骗子。我建中陈时中已经建中六年了，他说我立法院出包的骗子。那李孟彦孟处长非常诚恳的也帮我的忙，到各个县市去问大家有什么事。老师们。